那你敢跟大家说你现在在干嘛吗？我在开直播啊。还好我刚。我今天24岁，是大人了。大家不要怀疑，我们在体育场来修正一下。今天是第一天，大家都还这么有精神。你在拍影片，这灯这样蛮漂亮的。你在拍影片？我在直播。啊、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怪兽说他不相信我在直播，不可能。大家帮我说服他好吗？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啊！好啦，那个，那你敢跟大家说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在开直播、啊。你真的在直播、啊？真的啊！在直播、啊。还好我刚。哈哈哈！很想直接跟你飙场。可以啊，又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。你已经，我今天24岁，是大人了。好啦，那我要工作了，大家。今天有来现场的朋友们，那跟大家说声谢谢你们，然后我们继续工作了，晚安。来跟大家说晚安。